刘金红台长。我是1946年的狗，问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有没有灵性？流产的孩子走了没有？几年呢？1946年狗。啊，妈妈，你流产的孩子已经走掉了。啊，对了，梦到了。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吗？那老妈妈，你现在呢？注意的，脚的关节不好。关节不好啊？对，有手腕，手腕关节。对，你听我讲下去。一个是脚的关节，一个是手。手是什么呢？手是你的右面啊。右面这个肩膀这个地方，一根筋啊牵连住，影响到你的左面，就是这根筋牵住的。我因为啊，师傅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在你去槟城法会的时候，我去拜师嘛，我就跌倒了啊，23年会跑路啊，会跑路，师傅拜师了，下车了，回来呀、就会跑路了，也不要懂得了啊，很法喜啊，那个时候讲嘛，像一天好快点啦，我一天在坐着来念经啊，是吧？你听听我的功课可以吗？49遍心经，40的大悲咒，全部是自己的，只是那这个。准提神不是，点接受21遍、你说可以吗？我现在念经的质量还好吗？好，可以。我念了总共500多张呀，我念给孙子啊，什么东西？很好。还有我家的佛台好不好？佛台挺好，靠近你家的佛台靠窗户这里。啊，对。很好的。你家的佛台有菩萨来过，观音菩萨来过，香会卷起来的。是了，也有莲花。看见了吗？还有，我想问一个亡人。2003年去世的，他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叫张有福。张有没有的福，夫妻的福，幸福的福。有福气的有。张有福，姓工长张是吧？姓啊。工长张。是。几年过世的？2003。张有，有福，是一个男的。男的。是吧？对。我看到了，大概是你先生吧。对，我先生。眉毛比较浓。对。嘴巴蛮大的。嘴巴不很大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已经在天上了。哎呦。他走的时候头发有点偏白了。有白发，现在已经在天上了。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他是真的被你念上去的。是啊。他刚刚告诉我说，他有一天晚上到你梦里来过。有。鼓掌。刚刚有来。我的师父也有梦见了，我今天带两个我师父渡到的人了，我带他来这边，所以法喜充满，选到我了今天。你放心好了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要想再看到他，我都能叫他再过来看你了。不要了，哎呀，奇怪了，现在台长啊，每天看鬼也不大好。是了。不过他现在已经应该是仙了。我还要念多少张房子？你现在我看看啊，你是帮他还是帮自己啊？帮自己也要，帮他也要念到一点。你帮自己是吧？你帮自己呢，再念68章。68章。你帮他呢，我估计我看一下啊，56章。56章。他现在很好，你的先生啊，活着的时候也很喜欢讲笑话。是啊，他是手很勤快。上人走得最快。家里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做的。谢谢大家。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。